运动的哦，不得了了。邱威吉、邱宇霞，嗨，邱威吉、邱宇霞，你好。杨总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强哥都准备好了，要运动了，你们要教我在家怎么运动。你讲没有关系，你告诉我。你说我要伏地挺身。伏地挺身。伏地挺身，仰卧起坐。还仰卧起坐哇？你伏地挺身做几个？四个。做十个。十个。骗人！你有做十个？真的假的？每天。每天哦，那我做两个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三个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俯卧撑、仰卧起坐啊，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啊，这个都没有玩到游戏的感觉，就在家里自己伏地挺身哦。你说我要两肌肉，对，我要两肌肉，快点讲。你说我要两肌肉。宇翔说他要有肌肉。哦，他要有肌肉。宇翔，给我看一下，你有没有肌肉？你站出来给我看一下，有没有肌肉？哦，佳姐，那哥哥，那哥哥有没有肌肉？给我看一下。哦哦，哇，有哎、欸，真的。佳姐都没有，佳姐都有啊。啊，没关系，不要，大家不要变成运动变成打架就不好了。说我们兄弟俩在家里的运动就是打架，不要这样。好，好，这是我们第一队教我的邱威奇、邱宇翔兄弟教我的在家里面这个伏地挺身。其实强哥在这个我的同学、我的好朋友，他们现在正在轮流，他们一次要做三十个，我只敢在旁边看，因为我每次只能做三个。好，我要向你们兄弟看齐，慢慢练习，希望一天我也能够做到十个伏地挺身，还可以做三个仰卧起坐，是一个都做不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向你们学习，向你们学习，谢谢。紧接着，谢谢，拜拜。